会長と今日の石井山形さんとお話しいただきます。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今天我们在这边开年度的万年会，会还有各位的里监事会员，今天晚上大家好，好，大家晚安。今天的万年会是我们年度一次，也是我们那个会员的大团结。我们侨界全体感到蔡处长做事的积极，和蔼可亲的风范，加上他在外交的经验，外交的经验和能力，相信今后我们关山那关西地区的侨社会能够非常的团结，使我们台日的关系能够更进一步再往上推。在今后本人也会能尽量能尽微薄之力传承我们关西台商协会所具有的奋斗精神，继续与各位干部和会员一起努力，跟大家拜个早年，谢谢。谢谢王会长。およびご臨席の皆様、こんにちは，大家好，大家晚安。感谢我们台商会的朋友们来邀请我们出席。我想我要借这个机会代表政府外交部也好，侨务委员会也好，所有中华民国政府，我们台湾地区的所有的国民，来向旅居关西地区的侨胞们，还有商界的侨领们，以及在座的每一位，来表达我们对大家的问候之意也感谢你们长年以来支持中华民国政府，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的活动，尤其是在2011年日本东地震东大地震发生的时候，大家都是展现了人逆己逆的精神踊跃的捐献，这使台湾跟日本的关系呢更上一层楼。台湾跟日本的关系是进入到40年来最好的状况，我想这都是你们的贡献、你们的付出、你们的爱心，所以才有这个结果。台湾部落大多我们也蛮欢乐。明年我们日本关西台商协会要在大阪、Osaka、瑞士 Hotel 举办亚洲台商总会，这是我们大阪的福气，也是我们关西台商协会全日本台商的福气。所以说我在此很荣幸的明年的七月将接任我们亚洲总会长，也是第22届的总会长，是第一次女总会长。希望我们大阪全体全日本我们大家互相来共同来相挺，把这个的盛会办得非常的圆满。在此希望我们大阪的台商会、日本联合总会台商会很荣幸的，我们日本能在这里举办亚洲总会的，所以非常的感谢在此希望今后希望我们台商会能更进一步的我们大家要加油啊！干杯！干杯！交通的孤儿，很多贫苦的孤儿跟老人需要救济，希望各位呢，我们在日本，我们还是心系台湾，我们还是会想念我们的台湾。在家乡里还有很多不幸的贫穷的孤儿跟老人，我们需要最目中寒送爱心给台湾，希望各位能够踊跃的捐款，然后我们一定把这个
今晚的明细全部公布在草根基金会里面。谁会讲的？就是我的。感恩的心，给予台商会一些新的能量以及资源。另外，2014年将由我们日本关西地区的池田美香会长接任总会长一职，年底美香会长也将接任亚洲台湾商会联合总会的总会长。对于日本关西台湾协会来说，将是一个充满意义的里程碑。希望大家可以团结合作，并且充分展现日本关西的特色文化，让各地的台商可以看到我们关西地区如何在一片逆境中发光发热，好吗？黄会长，欢迎。这个晚会就在我们的抽奖的这个进行下，已经到了晚上，希望在明年的路程上，大家能够事业顺利。今天就是很辛苦的，我们的青山会会长，他今天非常辛苦，他替我们主持了今天的会长，我们今天跟他拍手一下，谢谢。我觉得关西的台商们，大家都很热心，而且很。觉得蛮团结的，然后大家很踊跃参与，就是我们台湾人的这些商会的活动，很难得日本又就说拿到这个亚洲的商会的就是主办国，然后希望全日本的商会们的朋友们能多多支持关西的。这个会长，然后我本人副会长的身份的话，希望我们身为干部以上的人能够更加支持一下，因为这是真的是日本的一个大团结的一个好机会了，然后能够就是像亚洲国家还是世界各国的台商会们，展示我们日本的当年的那种经济大国的风范。